还来看到呢，这是最近呢，微软是 Twitter 这个中文叫做推特热潮延烧全球，王健林也无法挡吗？这个俗称推特的社群网站，这个过去一年多出现了一个全民旺这样的一个账号，头像也是王健林身穿洋基40号球衣的照片，透过推特来记录他受伤前后的心情，也吸引了前后超过500名推友来关心订阅。但是根据王健林的经纪公司表示，绝对没有申请推特账号，这100%是假冒的山寨版王健林。所以网络世界无远弗届，不少大联盟球星也选择推特这些平台和球迷互动。但是对于这王健林来说，球季当中他最能接受的互动模式还是传统的邮件通路。他的官网叫做小王子加油基金，是属于公益性质，也鼓励球迷多多来参加公益活动，球迷结束之后也有机会当面和健林一起来互动。